中国的原子弹爆了以后，美国的报纸很快的就有种种的消息，其中一项我注意到，说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重要的人物里头有邓稼先。邓稼先是我中学、大学在美国的知心的朋友，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只是学术上的关系，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，所以对于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注意，所以就写了一封信。在这个信的最后，他这样子给了我一个期望，是但愿人长久，把这种千里共婵娟改一下，变成千里共同途。我觉得今天50年以后，我可以跟邓稼先说，稼先，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，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跟你说，我是以后50年适合了你这个共同途的主望，我相信你也会满足你。